政府部門是對於一方面完全沒有回應，以及只斥責他們呢是要盡快有一個回應，關於法改會的建議如何令到這些慈善的活動呢是透明度和有監察力的。在這方面呢，今次我們是用了極不接受他們的解釋，以及呢是不可以令到他們是做好他們的工作呢是 不接受的。